tema.上班的，要死了！刚好就是上到，上到生嘞，刚好就是上到生，直接在工厂生。上到生就讲了，就上到生就讲了。哎，就上到快是上到到最后一天啦，快要生了。对啊，完全没有休假嘞，每天骑摩托车去上班嘞，你这个口罩去啊。 你看我们多坚强！后来我们没有这种烦恼，我们是很坚强的嘞。我们没有这种烦恼，还是继续多看吧，看状况。